来看马虎开这角球，中间直接掉，好 OK 哦。Kiba 把球打掉之后，在门前这个球技巧，哇！一开始讲很重要，马上就进球了。对，五分钟的。哎呀，第一时间门将是把球给打掉了，但是这个乱军当中还是让蓝鲸在乱军当中这个起脚进去了。第一球打掉之后，这一个脚没碰到，没有碰到。哦，阿赖哦，赖伟如，哎，本来要与其会撞球，对。罗朵后面给阿包了，阿包从右边再来了，但是一样，前面就是两名、三名的熊蛋在，他左脚再换到左边去，伟伟一个头，这起左脚劲射，赖丽琴啊，啊对，赖丽琴，这个球啊，就是三只的箭头，阿包、欧狗、赖丽琴来看慢动作。这个大脚掉完之后，伟伟，伟伟他的头顶，对，来起脚左脚劲射入网，又被拦掉。选了雅涵给苏欣云，苏欣云跟右边有机会哦，欣慧左边有逸婷，果然欣慧右边给力有点过头，快马加鞭要过好，过了一个再来，起左脚门前头槌，欣云。刚刚赛前在说星云好久没进球了，苏星云这场比赛进行到53分钟的时候，相当漂亮的攻进这一球，场边有苏星云的舅舅在大声帮他加油。苏星云这场比赛个人攻进了今天联赛的第五个球，来看这精彩的慢动作，这球相当漂亮。对，他还飞扑投顶。好，苏星云其实星云身高168，也是身高有相当的一个优势。我往里面走，我这个球要小心了，赶快去袁廷帅还扑这个球，漏了一下，欧狗拿球，两名球员上去夹他，脚后跟传球给阿包，阿包又往里面带，去左脚劲射挡掉徐袁廷，再来阿包再一脚，哇，这一个球是一波两波再三波，哇，我们看看，王一婷。哇，刚刚这个球相当的激烈，对，来看他慢动作，徐元廷上来，好，对，欧格又回传脚后跟传球，阿包这个球自己带，起左脚，哦，阿包这一脚上去。